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麦克，我是老编。今天聊一下如何利用旧的打印机实现无线打印。首先登录连接打印机的 Windows 电脑，这里需要安装三个文件。注册表文件请根据 Windows 系统进行选择。安装所需的文件我放在公众号中，回复打印即可获取。第一步，先安装苹果的发现程序，这里没有什么特殊操作，只要一路确认下去就行。第二步，运行支持 AirPrint 的插件，通过这个插件 iPhone 可以发现打印机，点击安装。第三步，运行注册表文件，请根据系统的版本进行选择。运行完后记得重启，这一步非常重要。在手机上打开 Safari 浏览器，点分享，点打印就可以了。点打印机，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打印机了。后面的操作就不多赘述了，打印起来非常流畅。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第一次连接打印机时，需要输入 Windows 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，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。顺带表演一下，安卓也可以无线打印。同样以浏览器打印为例，同样在更多分享里找到打印项，就可以进行打印了。前提是你要安装对应打印机的驱动，打印驱动可以在谷歌商店里寻找到。后面的操作和苹果上基本一致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